讲到全部折线图的话，就是衍生上个礼拜的，所以我们把全部折线图怎么做出来哦？我大概把那个细节部分讲一下哦。啊，其实也不难。第一个哦，我们先写一个 sub，所以我跟各位讲过了，如果你要写一个的话，你就是 sub 全部折线图 enter 就可以了，它会自动帮你把它后面的部分产生哦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把美元折线图这一段好了，我们拿这个美元折线图来改好了，把它放在这个它的程式的中间，其实就复制贴过来了。我习惯拖拉加 Ctrl 键，有没有把它复制过来？哎，这一段其实就是从美元折线图而来的。不过呢，我刚刚讲过有两个要需要变化的，那两个呢，第一个就是 M1 有没有要把它每一次加10，那它第一次一定是一。之后每一次加10有没有？所以哦，我要怎么样可以满足这个条件？所以我在想了一个方式，因为它有10个栏位，所以我就在上面写一个回圈，有没有？在 sub 的下方 enter，然后按个 tab 键打一个回圈，因为我10个栏位，所以 for i 等于1到10，有没有？那 enter 2下打一个 next，这个是还蛮固定的打法了哈。那你先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的范围是哪一个到哪一个？我1到10，好，然后呢，再来的话，把这两行程式搬到这个回圈里面，好，把它移动，移动就不用 Ctrl 键。那移到里面执行的话，通常会按一个 Tab 键，换到它下一阶了，哈，OK。所以这个叙述的话，就是说，哦，我要在这个回圈里面做一些变化哦。然后这个回圈的范围就是先从 i 的值会先给你1，next 之后的话会跳回去。就会变成二，再来 next 之后会跳，所以等于它在这个回圈里面反复把 i 的值从一变成到十了那可是你说，老师，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个 M1 的一它可以第一次是一，之后呢自动再加十？所以后来想一个方法，其实我想了很多方法，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写法非常简单，就是在 for 回圈上面加一个变数叫 k。那 k 的初始值就是一，有没有？就第一，不就满足第一个啊？当它第一次是一的哈。然后你说老师，那之后每一次再加10的话，有没有？之后加10变11，加10变21，那很简单嘛，在这个 next 的上一行加一个 k 等于 k 加10就好了嘛，有没有？就是它刚开始是一，然后呢跑一次之后呢，把它加了10之后存回去，那就变11嘛哈。然后再回去之后呢，他又把它加十，11再加十变21，再存回去，那以此类推，那不就刚好满足我们刚刚的这个逻辑需求？所以哦，这个 k 还蛮重要的。我发现这个 k 的写法这个最简单的哈，因为初始值多少一嘛哈，然后之后每一次加多少10嘛，不就 OK 了哈？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类似逻辑，用这一招真的是最简单的。当然，坊间书籍我发现有写很复杂的，我最刚开始也写得很复杂，我是后来越改越简单。这个应该我写过最简单的啦。OK 啊，如果你还有更简单的，欢迎你再告诉我，可以再跟我讨论一下哦。OK 好啊，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个 k 放哪里？放在这个一的位置哦。那怎么把它串在它后面？记得哦，一这个把它 delete 掉。那串的话呢，记得一定要 end 符号了，串接在一起嘛，一定要 end k 哦。这样就 OK 了哈，所以哦，把一拿掉，然后呢，再 end k 就可以了，end k，OK，好，那你会发现不过移开它很聪明，它会自己帮你在 end 前后加上空白因为 VBA 里面的 end 一定要空白，就跟你那个英文叙述一样，英文的话每个字跟字中间会有空白道理是一样的啦，OK 好。那不过啦，你会发现这个 M 呢，它原来是文字前后双引号，那这个 K 怎么跟它串呢？其实用 and 嘛，那 and 如果一的话呢，它是一个数字，这个是文字，那只要数字遇到 and 的话，它会自己转型，转成文字，所以有没有一就变成文字一，那再跟 M 串一起的话，那就变 M1 了。有没有？应该这个逻辑懂吧？其实这个逻辑是蛮简单的，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没有了，顺便再讲解释一下，因为我发现很多人
搞不懂，老师不对，它是数字，为什么它是文字两个串在一起，为什么就可以？哦，原因很简单，主要是因为 and 哈，在已经帮你自动转换的啦。OK 啊，只是自动转换这件事情呢，一般的书都没有特别讲。我发现同学一直卡在这地方哦，我顺便讲一下了哈。所以如果你有观念不懂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提出来问，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会写程式的都觉得很理所当然的。 但是不会写程式的人都觉得，哇，怎么会这么多东西都不太知道 ？OK， 那我是强烈建议你真的要每个地方都知道，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地方，就是你将来会出错的地方。那程式是一个地方都不能出错啦，哦，所以你如果可以做到每个地方都懂的话，以后你写程式就会很顺，不太会错。哪怕是错，你也马上知道为什么错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写程式，我为什么马上可以知道？因为我 都知道每个地方的一个作用，所以我只要有一个错误，我就知道哦，可能是哪个方向，我就马上可以知道为什么了。所以 debug 也简单嘛，所以以后你写程式就会很愉快啊。每天上班其实写程式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，有没有？然后跑起来，那事情很快就做完，做完之后也没什么事，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，何乐而不为哈？这蛮开心的事情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哈。 把这个地方把它执行一下，所以哦，不过目前我把旧的删掉一下，这个删图直接把它删掉，好，然后再执行这个哦。但是问题执行之后会不会有结果？有结果了，但是你会发现哦，它一样会产生10个啦，因为 for i 等于1到10，所以1、2有没有？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可是问题就是每一个都涨得一样，都是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。哦 ，OK。 那你说老师那怎么办哦？其实第二个变数还没改，哪个变数呢？就是这个啦，有没有 b 嘛哈、哦？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当它 i 等于1的时候就是 b， 当 i 等于2的时候，那就要是 c， 有没有？因为就变成换成 c 了嘛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换成下一个是人民币嘛。当 i 等于3的时候呢，那就变成 d 了，所以。 只要能够做出这样效果的一个变数，放在这个中间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要怎么做？哇，这个又是一个好像很复杂的问题，其实不会哦。我后来自己想了一个方法，当然答案绝对不是一个而已啦，很多很多，每个人写出来都不一样。但是我想出来的方法哈，我去，但我前提就是一定越短越好，而且不要复杂。所以我在想了一个方法。 就是呢，我干脆哈，在这个for回圈的里面增加一个变数哈，随便取一个名称吧，叫 Colin 的缩写啊 ，Col 好了啊 ，Colin 就是哦，这个变数呢，它里面就是第一次是 b， 第二次是 c 之类推，可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做？那我就想到一个函数叫 mid，mid 这个函数各位应该不陌生吧？哈，前面做蛮多的 ，mid 就是切哪一个字。 有没有从第几个字取几个字嘛？所以呢，我就想一个方法，他会跟我要3个参数。第一个是啊，你的字是什么？那我就给他一个字。这个字哦，我就是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干脆我给他栏位名称的那个字串 b c d e f g h i j k， 因为总共有 j 一些栏位嘛，哈，10个栏位，那我就打了10个，有没有10个字嘛，哈，逗点，第二个，哎。 哪个是开始？那我就直接输入 i 就可以了。哎 ，i 什么意思？因为 mid 的话呢，第二个参数是从哪个字开始取字，所以呢，我如果给它 i， 那它当它为1的时候，那不就取到 b 吗？OK 哈，啊，当它为2不就取 c？ 哎，那不是刚好就是我要的。第三个参数是几个字 ？length 就是长度了哈，几个字一个字。好，那刚好就是我要的。后刮弧一下，哎。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利用 mid 这个函数，再配合取第几个字的这个方法，把这个栏位全部都放在前面，那这样不就是符合我要的？有没有？第一次就抓 b 嘛，第二次就抓 c， 也就是说呢，符合这个回圈，丢过来刚好第一次是丢 b， 所以哦，假设 i 等于1的时候，那这个 col 里面呢就会放 b 这个字。 当它等于2的时候呢，就放 c 这个，所以哦，最后呢很简单，只要把这个 col 怎么样，把它放到
这个两个 b 它的位置，这样子这一题就完成。那放的方法哦，可能要注意一下哦，因为我需要把这个字串先切开，切开之后再把这个 c 有了串在中间，所以串的方法哦，我是建议你可以记个口诀好了，口诀会比较简单，因为你这个有很多东西这个地方完全不能理解。 哦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先记个，先两个双引号，先把 b 选起来，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，再 and 两个，再移到中间，再把 c o l 哦，把它放在这个 and 符号的中间，就完成。不过因为 and 前后要空白，所以你再把 and 前后哦，再加上空白。这样的话呢，它就会把这个 c o 的变数哦。 直接串在这一串文字的中间，好 ，OK， 大概是这个意思的哈。然后所以再做一次哦，所以我是建议啊，如果你完全不能理解的话，你先背口诀算了哈。先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，and 两个移到中间，加一个 c o l， 加一个变数名称哈，然后把 and 前后再加空白，然后这样子就绝对不会错，你只要。 反正啦，只要不要做错哦，其实写程式还蛮愉快，因为不要红字哦，真的就很容易了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来跑跑看哦。如果假如呢，要把旧的删掉，好，把旧图删掉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跑一次，理论上应该就 OK 的啦。全部直接读呢，就会很快的哦，帮我们把结果给秀出来了。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美元、人民币有没有欧元？ 日币，哎，美英镑 ，OK， 哎，所以一直到这个什么了，纽币 ，OK 了。所以啦哈，如果呢今天呢我要把它改成全部直线图的话啊，大概就两个地方，我再把大概几个重点哦。第一个就是呢，我把先建一个全部直线图，把这一段抠过来，加一个 for 回圈，哦，然后先解决这个 M1的这个一的位置哦，变成 K，OK 哈，加10。 第二个的话呢，再加一个 C O L， 比较难的就是把它串在这个中间。OK， 这个 C O L 啊，如果你不太会串了、啊，请你参考一下云端白板看看好了，来试一下哈、哦。